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阿雷。阿雷今天呢，跟大家介绍一种可以不限速的下载百度网盘资源的一个软件啊。好，这个软件呢，经过我几天的测试啊，非常稳定，所以呢，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希望能够帮助到经常用百度网盘下载一些资源的朋友吧。首先呢，我们去下载一个软件，这个软件呢，我会跟大家准备好，大家可以下载完以后解压一下。解压以后，我们找到这个叫"雷鸟"下载的这个应用程序，右击鼠标，我们以管理员的身份运行，一定要记住以管理员的身份运行。好，然后我们启动，打开这款软件之后非常简单，我们不需要进行登录，也不需要进行注册，我们会看到有一个网盘登录，我们直接点击网盘登录就可以了。好，现在呢，你可以选择用你的百度网盘 App 去扫描登录，或者是用用户名去登录。我这边呢，用扫描的形式去登录一下。好，登录完以后，我们直接点击登录后点击我，点击它以后，它会重新呢把资源给你分配一下，然后呢重新给你整理到这个页面，大家可以看。然后我们找到一个1G 文件大小的，然后我们直接点击后面的下载的图标。好，然后我们选择一个你想要保存的位置，我们点击确定。好，现在呢就开始下载了，然后我们点击这个下载。好，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文件正在下载了，大家可以看它的速度啊，现在是5兆、7兆、2兆啊，它这个速度呢有时候不是很稳，但是我感觉它几乎稳定在4、5兆左右的这个速度。啊，顺便跟大家说一下，这个软件呢不是无限量的去可以下载这个百度网盘的资源，它是每天不清楚是一个账号还是一个 IP，然后它是限制4个G 的大小的下载。具体的话大家去测试一下，因为我这边只有一个百度账号是没有开会员的啊，所以呢我这边的 IP 也自己也没有去切换。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测试一下，是一个 IP 限制 4G，还是一个百度账号限制 4G？这种每天限制 4G 的大小，同样这种方法也会避免到百度官方直接把你的一些账号给屏蔽掉，那个时候你就是吧，那就不好了。所以每天限制 4G，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用就可以了。这款软件也是绿色的，纯免费的。希望今天这个软件呢，能够帮助到经常使用百度网盘的这些小伙伴。好了，今天的阿雷这期视频呢，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希望呢能够帮助到大家。如果喜欢的话，可以视频下方点击一下订阅，顺便也可以一键三连。好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